现在时刻18点整，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，频率660千赫。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宝岛歌声》时间。我现在回一下中伦光复路45巷的孙曼石小姐的信。孙小姐来信中说，她有一本徐素先生的《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》，希望跟听众交换一本陈继云先生的《赤壁》阅读。有哪一位听众有这一本《赤壁》而愿意交换《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》的，请给我来信。在听歌之前，我要对永和镇的陆海先生打一声招呼，就是陆先生，您来信点唱李香兰的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，可是我很抱歉，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是禁唱的。至于您要的照片，我已经寄出，量也收到了。现在我们开始听歌，头一首请您听的是一首新歌，由周兰婷先生作曲，纪露霞小姐演唱的《绿岛小夜曲》。Oh.